欢迎你，关怀因为心要你，这是台湾人民眼光星空妙的声，这是台湾人民眼光星空妙的声。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共修禅解金刚经，它的当下性、现代性、有现实性。啊，《金刚经》是在赞叹每个人的灵性，赞叹每个人的生命的泉源觉性，也是在开示啊，当下所有有生命的众生们、大众们。还有当下在莲座上空界各位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开示我们生命是不生不灭的，生命是永恒的，尤其我们的觉性智慧是源远流长，跨过恒河、宇宙虚空，啊，无量无边的虚空世界，累劫所体验的一切人生点点滴滴，无论你现在在地球的任何一方，或是你在星球的任何一方，金刚经的真理是一而不是二，包括一切的佛法、道法、圣法都是一不是二。所以《金刚经》为什么在本维新圣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经，《金刚经》与《易经》的道理完全是如一不是二，若是你把它分为二，你就执着在两端没有超越，而执着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受着相，所以你要觉悟很困难，要能够超越事物也很困难啊！而且我们会被命运所捉弄，我们被命运来转境，我们就是永远还是凡夫。你要转境，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是佛，佛就没有来没有去，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而是只有一个当下性的。所以硅谷先师王禅老祖道家师行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易经》就是交换
立场，交换利害，交换了时空，交换了环境，将心比心。金刚经也是告诉我们要将心比心，你才会超越解脱，不然的话我们永永远远落入你好我坏，你富我贫啊。所以有一句啊，台湾有一句俚语啊，台湾人较早一条歌，讲人的翁咧穿西米露，我的翁咧牵猪狗啊，这类咧，就是咱无智慧，啊无了解，来世间各有本源甲本业。所以我住在台中大业路，师母当当讲，咱来搬来别里住好无？我安那，伊讲大业路，咱的业是有够大诶。所以，工课做未了，哦，那早早出去，早早回来，咱来搬来看卡有业卡无遐大诶，好无？我业大，咱就大嘛。这咱的每个人本业嘛，啊，后来师母安尼我懂了，就觉悟了嘛，就顺其自然啦，啊，早上起来还有一口气，好呼吸的时候，咱就足感恩啦，啊，早上啊，目睭闭紧要能够看到光线，就感恩啦，所以咱来到世间来。想是丢，想唔丢，想好也先人散，大家拢平等。你有智慧心安的人想好也，无智慧啦，也是讲你讲我有钱有权有势，我都发出你的自卑心，无混发混合的智慧的人，有钱嘛是善良人。啊，这拢是在《金刚经》里面开始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受着相，受着相的，哦，你今仔食几回哈？我爱安尼来修，这样食几回啊？我告诉各位同修，老皮想要食八百遍吧？我也嘛是爱还大地的、大自然，那你辛苦嘛，赶快呐！想要食食几回？你食到一百空八回，迄个时阵的天理名成啊！哦，我要吃到爱人用惯的啊，三个鬼桶啊，用惯的你的什么滋味嘛无呀？那有什么人生的价值呢？本段节目。所以咱爱头壳会精气呀。哎，现在真侪人，哎，因为平时修行不够，了了嘞，失智的人愈来愈侪。因为你看了电视，遐尼侪恩恩怨怨、打杀偷骗拐抢，迄拢是咱的魔镜。所以我才成立维新电视台，开发大家啊，这个本性光明的本性。光明面，黑着当下性。那无咧，你若开了的一般电视台，吼、哦，当然因有因的生活方式、制作节目的技巧嘛，啊，咱就气到要死呀！啊、哦，所以，那你说，来世间所得到是啥？那要得到心安呐、啊，心安心能够心安。啊，这在这几年来，常常我看了那几个违章阿婆啊，师傅啊，谢谢哦，哦，我那电视拍开哦，我无紧的看着你的电视，我去迄间一定足烦恼的。
我想啦，我那开到看其他的节目咧吼，拢咧讲小骂小拍啦，啊那都安怎啦，都批斗啦，我看了足艰苦的啦，我迄天一定无精神。我透早起来六点起来，我就看你已经好水面面关在开始，我迄天精神足好个啊。这是啥？那开花光明面，咱人来到世间是爱找光明面，不是找黑暗面。但是真济电视的节目制作，拢最缺黑暗面，给你气住，让你气到要死安尼来吼。刚才才讲的，我来讲啊。我咧遐戆，啊戆到袂袂上，啊甲伊在去气到要死，头前在气，后壁人在下地啦。哦，所以各位同学，各位什么神弟兄，咱来学习超越、超越。每个人来到世间，每个人伊的业力，伊的本源，伊的业力来。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啊开始咱。多读经，多诵经，啊！所以在今年9月18日，啊，那呢，易经大学结业典礼的时候，啊，咱有表扬诵经10000部以上的，有19位诵经10000部，有达到70000部认真诵。因为你若无诵经，今日就歹过日。啊，咱3000部诶，也有3000多人以上；1000部诶，搁较济。这是啥？老祖师尊好能开发咱的灵性，开发咱的觉性。我家最近一直发现的，静静看咱的学员同修，啊，大家面拢菩萨像出来啊。包括恁在现在，我看不到菩萨像，我目睭花花来讲，我嘛看得足清楚的呀，拢菩萨像出来啊。所以这个咱的心嘛，《金刚经》是讲心，所以释迦牟尼佛《金刚经》用比喻了，讲一起歌利王的时，啊，身体好让知觉，照讲一心一愿。啊，来生来一定要搁改变，所以他没有。啊，伊要是忍起来，忍的时还不够，搁来忍也无够。啊，上重要的是，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即四相。啊，接着就人来到世间上，有个人的业力。各人的业力，啊，才有各种各种的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啊，所以佛祖呢，啊，伊啊，用伊的心，过去生，伊的辛苦，啊，做王马向台，那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嘛是真侪拢是安尼啊。早时登基，暗时哦，因的兄弟啊，也是阿叔，啊，当阿多甲溜溜出来，切做两块，啊，换因爬起来登基做皇帝。咱中华民族的历史，这因还是有够多啊！啊，在日本、韩国嘛是有这因因万万啊。但是这拢是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呐，所以我才会伫咱的千手坛堂、甲三宝寺、中华先祖堂、甲天主帝王殿，啊，恭受因的连坐。咱每一工诵经，啊，来甲因回向，互因超度因，啊，改弯设计。那么我们咱伫千手坛堂，我们共修。啊！一起回向，尤其呢，这个歌利王，佛祖过去为歌利王，身体被肢解，啊，伊诶无怨无恨，啊，也修行，啊，所以以此呢来勉励
唤醒咱天主帝王遐尼济，过去一定为江山为是拍拼，啊，互人抬死诶，后面面目全非诶，嘛真济天主帝王。有时我们在2006年祭祖大典了，啊，在三宝寺，把917位天主帝王，啊，然后请来的三宝寺的大雄宝殿。哦，恭受人位，每一座连座啊，头前一把油灯来供养诵经，啊，护国习斋，人王护国习斋法会，由圆松院长啊带领那个法师，大家很虔诚，100天的三宝寺，啊，其中呢，看了真济，迄个油灯很欢喜，啊，其中一拍。我是现场看，哎，油灯妹妹，香火变过，有人打变过就欢喜，赶快查那个天主帝王伊的历史怎么样？结果就是在时就位，暗时和因阿叔切咗两回，含这样几千年啊的恩怨还没完没了，所以老鼠在开始。有这个门，啊，即大家我经常经去回向给伊，啊，改弯色角，那无咧，永远未超生，这心这个怨永远留掉咧，啊，出去以后，啊，油灯火咧，烛光咧，都无个事咧啊，真济拢许天主帝王这个问题造出来。这段上需要用金刚经去做现身说法，讲印尼当时做高丽王的时候，马是兴福王来支持，阿姨嘛无怨，嘛无怨叹。哦，到尾啊，伊来即生过来，伊是安尼生活。哦，所以伊的生活唔是讲凊彩讲讲的，就是生活嘞。啊！伊个生活，这是经过无量劫来，啊，来到世间，啊，受到各种各种各种的恩怨情仇，啊，所以咱今日这共修一用意，咱嘛希望借到这个因缘，好咱家列祖列宗，尤其中华民族，咱的祖先不是百家姓。是15615姓氏，这里这些拢是战争改名换姓，啊，到处逃窜，所分化出来15615姓氏，这是非常非常的悲情啊。那么当然，那宗教就是爱从灵魂来改弯切割。我们要追根溯源，追根溯源到这个蚩尤中华三族，轩辕皇帝、神龙炎帝、九黎蚩尤帝三族的时阵，因为为争夺江山啊，展开战争，在涿鹿81回合的涿鹿之战。后来蚩尤族啊战败，逃亡哦皇帝的部下去甲赞美，身首异处啊，身首异处咧，当然这个恨怨就一下子就那5000年啦，啊，而且历史上一直记载蚩尤是魔鬼是坏蛋，政治的恩怨情仇。组成了咱的三族少了一族，难怪从蚩尤以后才有一直战争，战争到现在最近的823炮战，60年前的823炮战，恩怨情仇要被刷，包括现在两岸恩怨情仇要被刷，这个汉蚩尤地族东西三族的恩怨情仇。拢有相当相当大的关联性，
所以当下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就着恁的因缘来共修佛法，圣法、道法，来开示，咱的祖先化解干戈习战争。所以在五千年来，因为政治上的批斗，不合理，没有人敢来为蚩尤展开平反，但是王禅老祖以宗教神道的关怀众生，所以将五千年前中华三族恩怨情仇，以当下性，我们在2001年开始展开解冤释结，办了11坛的祭祖大典，到最近来，三祖的定位在中国大陆开始有一个定位，中华三祖文化是这样来的，所以这解冤释结一定要从佛用佛法现身来说法，来告知所谓那的列祖列宗们，虽然过去有真的恩怨情仇，那都是很多是工业永业，身体已经没有了，灵魂还在那边恩怨情仇，还在踢正步，有如在2001年，我到了涿鹿，蚩尤别寨，当时皇帝炎帝战蚩尤，涿鹿做大战场，眼睛看过去，还有战场上的风云，尤其当我走到蚩尤别寨的时候，蚩尤他的当时的布施，好多万马奔腾，一直跑到我前面来，和当地的市长书记任昌华书记，我告诉他任书记，现在前面来了一大票一大群的万马奔腾，是很怨恨，那怎么办？我问他，结果就是蚩尤，蚩尤族虽然身首异处，身体被割截，身首异处了，但是他的灵魂还是展现他的雄威，那个不满怨恨，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怨恨到现在还没有解，所以我们身为修行者，大家也都在家修行者，依法奉行修行，依教奉行，化解干戈习战争，追根溯源，万年归宗，万年归心的时候，那这个恩怨情仇可以化解了，就可以找到每个人的金刚自性，就让恩怨情仇烦恼归于涅槃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本节目由，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的现实性、当下性。刚才为各位提起的中华三祖的恩怨情仇，五千年了，到现在才能够给予宗教观的神道关怀，化解干戈习战争，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立教的宗旨，也是王禅老祖、诸佛菩萨为化解中华民族及世界各国恩恩怨怨这一个劫难，而引用了宗教的修行法仪，用宗教的
真实意来作为消灾化解。所以本维新圣教是一个以全人类为主轴的宗教，是一个和谐的宗教，不是一个小团体的名利宗教。若是这样的话，已经失去了宗教的本质和真实意义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他的这目的也是应台湾祖师爷道教慈航，为救地球人类啊，不要再有战争而相互的残杀，恩恩怨怨何时了啊！啊，尤其中华民族五千年来那么多的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这都是无名所生，天主帝王们不懂得人类灵性的光辉和尊严，而展开了每一个朝代为保护自己的权势，发动各种的无情无义的战争，子杀父，父杀子，兄弟相互的残杀，这种的历史希望不要再发生。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尊天华祖啊，在三宝寺和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设立了中华民族15615个姓氏的列祖列宗朱祖灵的圣位，还有中华民族以来中917位天主帝王啊，以及日本124位天皇朱建龄，韩国201位的天主帝王朱建龄，本是中华民族天下一家亲的大家庭啊。因为过去的恩怨情仇所造成了历史以来的悲情和悲剧，现在科技文明发达，万教齐发，宗教的修行者都齐聚在台湾，各宗各教各派也都在努力的用宗教的法仪来解冤释结，有了解有形的人间的恩怨情仇，有了以无形空界的三界万灵恩怨情仇在修行化解，所以才有台湾今日的宗教万教齐发。所以宗教的本质和学术的本质就有点不同，宗教的本质是把所有的名扬两界放在心中，用念经诵经来回向给心中所有的名扬两界的诸灵，把你学识的用你的所思维的在记录历史的悲情恩怨情仇，没有法可以来帮助这些恩怨情仇的化解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虽然是办了易经大学，但是我们是以宗教为主轴，和学术相互融为一体，这才是整个的圆满，这即是鬼谷文化大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在
2017年的1月1日，在林口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2坛哦。然后1月3日，在台中市，啊，这个太平区文化中心，啊，举办两岸鬼谷文化大未来的发展高层论坛。1月4号，就在我们现在的千佛禅堂，啊，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主办的世界新宗教啊的交流高层论坛。世界新宗教，我们邀请了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洲、韩国、日本，还有我们国内的宗教专家学者，啊，以及本维新圣教的法师，啊，一起来交流新宗教达到世界和平的一方向。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历史的恩怨情仇都已经过去了，那么当下性已经有现在的文明文化文明，我们必须要把握当下的文化文明，以过去当为借鉴，不要再发生过去。所以过去的历史记载太多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所以就有佛，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代表性的来阐述，用《金刚经》来阐述，啊，他在习为割力王的时候，啊，这个身体被割截，到后来变成枝枝节节，啊，他也没有怨恨，啊，也没有想要报复，他因为悟到了，啊，这个是一个共业，啊，所以他灵性跳脱枝枝节节的有形之物，啊，那么就不必再受到这些苦了啦。所以最后来他自己开悟，啊，成佛去了，啊，就不必再来世间上轮回，啊，所以佛法是讲轮回的，讲因果，有因必有果。若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心生憎恨心的时候，啊，憎恨心呢一定没完没了。他没有生憎恨心，从哪里开始？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四相，啊，不用住受生心，他就不会停止在这个色身，啊，恩怨情仇生他的心，这样来的话，就会开始又展开了，来世我一定要报复，要报复，那我们的整个的人生就在那边战争，永远没完没了了啦。所以今年我们祭祖完毕了，还是会在三宝寺七永日的啊这个法会，七永日法会还是要提示用共修圣华啊来为列祖列宗洗涤内在心灵的恨怨与不满，洗涤贪嗔痴三毒，然后归于宁静，就各自能够成佛回去了。所以这个是《金刚经》宗教者啊，永永远远是和谐的状态。
啊，所以老祖要我们维新圣教未来的大方向还是要朝向国际，将本维新圣教的真实教义能够推向国际。世界新我们维新圣教虽然短短很年轻的33年，但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啊，每天的努力精进诵经，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修行，一般教派所无法做的，但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做到了，你们真是大菩萨、大慈大悲啊！好，唯愿我们啊，维新圣教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而一教奉行，绝对天下会太平，天下会一家亲。啊，像最近来同是中华三族儿女，血脉一家亲，结果为了政治面子问题在斗争，这个是非常没有智慧的领导者。啊，大哥有大哥的胸怀，小弟有小弟的胸怀，结果大哥大欺小，真的没有智慧啊！啊，四年又回去了，再过多久死翘翘了，回去还是罪过一片，也没有带走你的江山，也没有带走你的名利，也没有带走你的富贵，只是增加了三族儿女的恩怨情仇。啊，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来到世间，中华三族儿女们应该自我觉醒，相互勉励，共修圣法，共修佛学佛法，我相信天下才能太平。否则的话，过去5000年的3760说是大小战争，文念清楚，我们一直期盼的过去5000年那么多的劫难，期盼的未来5000年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和平的人间净土，留给我们下一代的祖祖孙孙们。所以龟谷千师王禅老祖道驾慈航，与诸佛菩萨共同的大本心、大慈悲心，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呐、啊！你要天下一家亲，一定要修圣法，从大家学一经开始。大家学一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一经，做出工作可顺心。有，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的一条心；大家学一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一经，国家社会世界见太平。啊，这即是修行者的心念，汉字。大悲心呐、啊，好，唯愿呢，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啊，除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做，家庭顾好，事业顾好，尽本分，做到问心无愧以外呢，我们要利用时间要诵经。王禅老祖开示了《鬼谷先师天竺经》，是开花名扬两界我们的祖先的灵性光辉。啊，这样的话，世界才就能和平，家庭就能和平，就能和谐。啊，这个即是我们这一生来到世间上，我们共同的天命。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天地无我，你才能找到金刚妙心。天地若是你都有我的话，啊，绝对寸步难行。天地无我，以整体的天下苍生为我们所关怀了，
用宗教的修行来关怀。宗教修行关怀怎么样关怀呢？就是诵经、念经、念佛、持咒，来回向给你的亲人，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回向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回向给普天下的苍生，啊，都能够明心见性，印心觉明。那的话，我相信世界一定会和平。各位，即是啊，《金刚经》所开示了，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正等正觉。我说《金刚经》的当下性、现实性是广义的，不是狭隘的。佛陀告诉我们，当时他在菩提树下，他所悟的，啊，宇宙虚空天下，苍生众生一律平等，他的生也平等，死也平等，喜也平等，怒也、啊、哀乐也都平等的，啊，上天都平等给予我们，只是在于你悟与不悟，你悟了，啊，那你就平等得到心安自在了，所以这个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黑是一个术语，把它简单的明朗化了，就是正等正觉。更简单明朗化了，你所悟的跟释迦牟尼佛所悟的是一样，那你就是佛陀的再示现，就是找到你的内心的觉性，你本身就是佛陀。每个人都可以成就佛陀，不是说哎呀我是修行人才能成就佛陀，骗鬼，哪里的谁才能成就佛陀、啊、所以佛已经告诉众生平等，都能够悟到啊，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大家都是佛的化身嘛，大家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也是药师佛的化身啊，三性一体啊，啊，一如来呀、啊，每个人都如来的化身嘛，所以不要一直自己往脸上自我贴金，自我贴金的那是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着相，既然有四相了，就不成道，就不成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佛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依教奉行。你绝对能够成就佛的境界，成就菩萨的境界了啦。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因缘，在教师节的前夕，啊，来啊，告诉各位，啊，释迦牟尼佛和孔子是大教育家，人类的两位大教育家。孔子与释迦牟尼佛是大教育家，啊，教育我们找到自己那一颗良心，找到我们自己那一颗觉悟的心，啊，所以觉悟的心修一切正法。王禅老祖也是教育家，中国诸圣又来传了《易经》给各位，啊，能够安心，心能安。才有道德观可言，心不安，道德观根本就谈不起的道德观啊。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用意，皇冠与蔚然，与其无所生都非常高的境界，但是还不够，就是要用意，才能够真正皇冠蔚然，与其无所生。啊，就是平时我们共修圣法嘛，安听好不好？好，那么令得当下性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了啦，欢喜吧，欢喜公婆为自己鼓掌。啊，我想咱大家都入定去啊啦，吼、哦。啊，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啊，啊一点半开始，我们还要请圆印法师许瑞新老师。啊，来带各位，啊，来，啊，唱圣歌，啊，元烈一日
下午一点到五点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办第十二堂的祭祖大典啊，我们要唱用圣歌的方式来招请我们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那我们下午一点到三点呢，我们就请圆印法师呢啊，他来带各位啊唱圣歌啊，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法门之一啊，以身供佛，以身供养列祖列宗功德一样啊，真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就是心安的境界，为如来的真实义啊！祝福各位。